翻拍的四部电视剧，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网友谁拍谁找死，近几年翻拍经典电视剧似乎成为了一种热门趋势，像《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还有经典的爱情言情剧《流星花园》《泡沫之夏》《金粉世家》等等，都陆陆续续的搬上了荧屏。虽然这些经典的电视剧、经典的人物角色在我们心里是独一无二、经久不衰的，但因为翻拍之后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在人物角色的创新上，大多换成了花旦小鲜肉，技术上弥补了老剧中场景特效以及人物角色装扮上的缺失，使得这些翻拍剧也变得有看头。但还有一些经典剧作是大家所不敢涉及的，无人敢翻拍的四部电视剧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网友谁拍谁找死，第一部《雪花女神龙》，这部剧由董璇、郑天野、乔振宇主演，讲述的是江湖女侠上官为寻找自己母亲踏上一条前途未卜的凶险历程故事。董璇饰演其中的女主角上官，外表冷艳迷人，带着一些傲气，很少言笑，给人冷冰冰的感觉。每次上官跟人打架的时候都能让人出乎意料的惊讶，武功很高，而且深藏不露，出剑时的姿势动作都超级帅气。也正是这一角色成功打造了董璇上官形象。除了上官以外，剧中还有一个比女人更美的人物，那就是乔振宇饰演的赛华佗。因为外貌俊逸秀美，所以真的是比女人还要美，眉间的那一点朱砂看起来很是秀美精致。虽然性格非常的傲气孤僻，但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剧中行动不便，总是坐着轮椅，但也带着一种不能抵挡的气度和魅力。这两位角色就已经是很难超越的经典了。想翻拍这部剧的，如果定不好这两个角色，估计就是找骂的。第二部《水月洞天》，2003年出来的这部奇幻武侠剧《水月洞天》在当时真的是很火，由余波、杨俊逸、蔡少芬、陈法荣、张晋主演。虽然剧里的这些角色颜值都不是很高，但他们的演技绝对是妥妥在线的。小编最喜欢里面的男神董博，外表英俊潇洒，说起话来稳妥有内涵，特别是对自己的爱人豆豆，耐心又温柔的说话，好像一下子就把心暖化了的感觉。放到我们现在就是暖男系列，剧中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角色特点，不出彩却很是真实打动人心。不管是打戏也好，还是里面的场景，都有着实打实的逼真感。虽然特效赶不上我们现在的，但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样经典良心的电视剧，没人敢去挑战去翻拍。第三部《武林外史》，一看剧名是很容易把它跟《武林外传》这部剧搞混淆，但其实这两部是完全不一样的剧。《武林外史》是由黄海冰、王艳、朱红嘉、张妍妍等主演的武侠剧，其中的沈浪一角是黄海冰饰演的，王艳饰演女主角白飞飞。当时的王艳可是多少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剧中的白飞飞有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给人楚楚动人的疼惜感，身材窈窕，性格温柔可人。其中让人最为叹息的是他跟沈浪的感情，彼此相爱却注定因为各自的境遇无法在一起。沈浪和白飞飞的这两个经典角色，如果翻拍出没有这种感觉，这部戏也是彻底没什么看头了，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人敢翻拍。第四部《小李飞刀》，这部剧相信不少的80、90后都看过，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李寻欢的这一个角色，每次看到李寻欢出场都让人惊呼着迷。焦恩俊饰演的李寻欢的风流倜傥、侠骨柔情，看向林诗音时的深情眼神，任何一个词都能让我们脑补出李寻欢的神情来。剧中其他女演员的演技颜值更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在很多观众的心里早就把焦恩俊跟李寻欢捆绑到了一起，角色的过于成功深刻在观众心里，至今无人敢翻拍出去，因为经典难以超越，更不会冒被骂的风险。